天光做到天黑，早早早早早。我屋企真系好复杂嘅，我忍咗你耐啊！我系够忍咗你成世啦。谢伟俊律师，888，我赔。你嘅问题其实即系我嘅问题咯，我真冇用。我是一个很失败的女人，老公争钱，老婆话就天经地义嘛。钱我就冇啦，命我仲有一条。我走咗之后，你要好好地照顾个 B B， 供书教。我求求你，唔好拆散我哋屋企啦。老爷对我也很好，我们在一起很幸福。咁我需要清楚，系咪我亲细佬嚟噶？你两个 B B 唔系我噶。你阿妈同你嘅仔有冇朋友嘅咧？你咪我朋友咯。